先知很早以前就在圣经里写明，上帝要派弥赛亚来拯救罪人，使他们与上帝和好。耶稣的生平清楚地表明，他就是上帝所应许的救主。先知以赛亚在圣经里写道：“必有童贞女怀孕生子。”这就在耶稣身上应验了。上帝的能力使童贞女玛利亚怀孕了，她就生下了耶稣。正如圣经里的记载，童贞女怀孕生子的这个奇迹是上帝给的一个记号，好叫人们知道这个婴孩就是弥赛亚，他是上帝的儿子。人们看到耶稣，就看到了上帝的形象和能力。耶稣赦免人的罪，医治病人，拯救人，使他们能进入他永恒的国度。耶稣献出自己的生命，替全人类承受罪的刑罚。3天后，他从死里复活，战胜了死亡的权势。耶稣说：“我有权柄舍弃我的生命，也有权柄把它拿回来。”耶稣的生平正和众先知在圣经里对弥赛亚的描述一样。的确，耶稣是上帝的道。通过耶稣，上帝向这个世界显明他自己。耶稣说：“天地都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”起初，上帝创造人，好使他们能够幸福地生活在上帝面前。但是，人不听从上帝，违背上帝的命令，就犯了罪，罪就把人和上帝分开了。圣经里写道，所有的人都犯了罪，罪的结果就是死。因为上帝是圣洁的，所以罪人不能活在上帝的面前。正如上帝预备了一只公山羊替亚伯拉罕的儿子死，上帝同样派他的独生子替亚当的后代死。他这样做，好使那些相信耶稣的人能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。使徒彼得说，众先知所说的就是耶稣。他们说，凡相信他的人，上帝必赦免他们的罪。因此，凡相信耶稣、跟从他的人，就会逃脱地狱的刑罚，并且能够在天国里和上帝永远的在一起。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，对跟从他的门徒说：“要奉我的名到世界各地向人们宣告，凡认罪悔改归向我的人，上帝必赦免他的罪。”耶稣还说，他要派圣灵来和跟从他的人在一起，教导他们真理，给他们能力，使他们能够遵行上帝的道。当一个犯罪的女子承认她的罪，开始跟从耶稣时，耶稣对她说：“你的罪被赦免了，因为你相信我，所以你得救了。”耶稣说，当一个人真的相信上帝，说明他的罪已经被上帝赦免了。耶稣叫人跟从他。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后临死前，旁边的一个罪犯信了耶稣，并且求耶稣救他。耶稣回答说：“今天你必定和我一起在乐园里。”凡愿意跟从耶稣的人，可以用下面的祷告来开始恢复和上帝亲密美好的关系。上帝啊，你是公义的，谢谢你爱我。我违背你的命令，犯罪得罪了你。我很难过，谢谢你派你的儿子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，后来从死里复活。谢谢你让耶稣为我所犯的罪替我受刑罚。我愿意跟从你的道，我愿意接受耶稣作为我的救主和我的主。谢谢你赦免了我的罪，让我能够和你永远在一起。我求你赐给我你的圣灵，和我在一起，向我显明你的道。求圣灵给我能力，使我能全心全意地爱你，使我的生命蒙你喜悦。愿世界各地的人都来赞美你。阿们。耶稣谈到跟从他的人说：“我的羊知道我的声音，我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从我。”跟从耶稣的人每天都和耶稣谈心，学习耶稣在圣经里的话。他们学习耶稣的榜样，和其他跟从耶稣的人聚集在一起，还告诉别人耶稣是谁和耶稣怎样救人。耶稣升天回到自己的宝座前曾说：“上帝已经把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给了我。你们要确实的知道，我总和你们在一起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”跟从耶稣的人应该牢记耶稣的这个应许。